那准备一张这样的家具。好，首先加三角形，再加小的三角形，加好以后打开。那在家里往上夹，往上夹，在家里再往上夹。上夹，好，那在这里这样夹的，这里重要点，在这里夹，这样的，左边一样的夹，这样的。好了吗？那下面三角形前面一张的，差不多三分之一，这在这里往上夹，这样的，下次在这里是。中央线，再往上夹，这样的。那下面三角形呢？是在这里的台子叉六里面，叉六里面。整理一下，好了，完成啦！加好了吗？谢谢大家，再见。